我两项其实都没有到很满意，对，就后面这两项，对对，刚刚五十蝶跟四百次，为什么？累了？就其实就离全国纪录都差一点点，嗯，对，然后五十蝶差0.1，嗯，四百次好像差，我也不知道差几，好像差零、嗯、也是0.几还是一秒，嗯，对，所以自己本身就，看成绩比较没有那么的满意，嗯，不过还是很开心可以拿到双金这样子，嗯。你觉得400这边信号这样子，最后300、哦、等于300后就你们两个在干。对对对对，我看到他其实300的时候有开始慢慢加上来，但其实对五十蝶对我来说，其实也是有消耗到一点体力，对我，所以其实300的时候有点没有跟他想要跟他硬冲，对，就是想说跟着他游，就是因为其实五十蝶游完还是有点疲惫，然后大腿其实还是有点疲劳，所以呢，我就是把我自己的体力留在最后一百，对，所以最后五十就尽全力冲刺，因为是最后一天。所以8金2银。对，8金2银。这个成果，就还是有100次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，对对对。不过我觉得也是尽力了，所以就是也是蛮开心的，也是也突破我自己赛前的一个目标。赛前是6到7。没有，赛前其实是比上一届还好，嗯，因为上一届2金5银嘛，一铜。所以自己觉得8金算是一个有算达到目标、超出目标，还是？我觉得算是有到目标吧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其实比赛的时候也没有设定说我要拿多少金，我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尽力就好。然后提出的目的还是希望可以为我以后的国际赛有更好的表现。那你接下来规划是什么？职业赛就是我11月7号会出国去荷兰ISO。现在我觉得终于松一口气结束了、哇，好累啊、憋了5天，很久没有这么高强度的比赛，就是连续5天都在比赛，因为比了10个项目，所以其实身体还是非常蛮疲惫的。有想要怎么休息吗？想要去哪里走走或吃什么，还是干嘛？做什么事吗？其实就很想只待在家里，对，我很懒，这很累，有床就可以，有床躺就好了。你知道最多金全运会最多金记录是谁吗？杨金贵9金。9金哦，我就小遗憾，不过没有关系，下一届再加油。OK 吗？